大大现在也在疯狂的冲幻想水浒传三，太棒！就像我现在在冲那个光明黑暗一样。我后来发现冲下去好像也只会徒增自己的心力交瘁，然后也不会加快多少速度，还算了。最低人数我哦，那个知道，他好像就是说这个船舰需求的最低人数，基本上就保持那样的人数，可以节省开销，然后又可以达到基本的船舰供需嘛，他应该这个意思吧。我大致上看一下他有最低人数，好像一开始是19人，甲板我不知道耶，甲板我还没去分配，我先进就是依照你的往右上角，又发现去右上角啊，我还是差点迷路。不过后来我就直接想说港口这样，我在想说怎么进去，然后面用撞的撞进去港口，他又说是否要在港口着陆。哦，我聊天室更新一下，聊天室更新一下。甲板啊，对，我姓太郎啊，我用姓太郎。那个副官叫林森啊，后来我去看一下他叫做林森。我去的时候他说木真人员，可是他木真人员好像没办法去限制，哎，设定说我可以木真多少人。どうかしたの？キリト。点港口是有点的。そうね。是有进去啊，我有木真，可是他就问说还有两个空缺，要不要把它木真到满？そうね。喂，聊天室还没有更新哦。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，聊天室等他一下。其他的我要再看那个，有人说船啊，他那个其他的改装啊，要怎么去用？韩国进去一下子就掰了，没有，我在看资讯啊，我只是随便开那个，我想说开初音的进去，然后就好像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就直接 say goodbye 了。我之后我再看攻略打一下。雅思啊，どうしたの？用哪一段比较好啊？最低可以控制粮食，但打架要满员。よし。满员它上面显示多少？因为它只有说它那个什么最低人数，它只有最低人数，可是它好像没有用最大人数哎。所以说我到底要用最低人数，还用最用是用满啊？因为雇满了，你说粮食很快就没了，被虐菜了，迷苦下去不行啊，还是有其他的、黑色剑，难道？啊，五重五丈哎，没有，我现在先用利兹贝特，等他的那个好友度满，然后我再慢慢用。现在好友度最高他哎，哦，西利卡是三哦。克莱因，随手界面，能助角色我还真的没什么、用玛雅吗？你是说用玛雅吗？玛雅不是就配那个路西法？我去一下接下来的城市，78层。欧布，我没欧布哎。在我没欧布，惨兮兮怎么办？啊，武器店、防具店、道具店、旅馆。去下武器店。我觉得我可以操控那个弓箭，因为我发现他那个虚空区啊，他时装的时候他有新增什么技能，还有什么？我在想说，该不会弓箭那一些就是拿来用成这个的？水手界面大概有个9、15、19人，15代表我目前有的，19是上限，9代表最低。哦，原来是那边哦。我是一开始看那个木真水手，他那个水手调配，
有个写说最大人数19，还是最小人数19？另外一个信太郎那边啊，我一开始往右上角的港口，有三个柱子就对了。OK。出发前进，反正主线还是一样是这里哦。虚空区可以当作是一个外线，支线，换额外支线，又往回走。我等一下看一下。被抢怪。先打飞龙再说。啊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不能去啊？一直招募招到自动跳出界面就好。他好像我招募的时候，他有说，离队还有几个空缺，然后问说要不要把他招募到满。那我就招募到满，结果发现有好，还有40多个人可以。可以调配啊，杨思等我换大船再考虑，前期都跑商船人又不多。OK OK， 哦，瓜鼠飞走了。总之目前为止我应该不用去特地雇佣人吧，有前期需要雇佣人吗？因为其实粮食很快就没了样子。明天刀剑神域彼岸幽境发售，哦，就是之前的要说的新作嘛。弯刀巨蟹神秘者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行きましょう。哦，这多招的没办法，系统无法控制。上次好像看一下他那星座啊，画质的确进步很多。不过还是先观望看一下，看大家评价如何。人不是雇用来的，是到港口点开某个建筑，有剧情发生就会自动加入。哦，因为我是先雇用那个船员啊，对了，是船水手啦，水手。我是说的是水手才对，水手可以雇用。他好像说什么花费200多的金币，然后可以雇用这些水手。刚刚我用的时候，它是上面这么显示。行きましょう。被中断。まずいわね。以后续有可能会出满满 T 游戏，毕竟万代。像我这 PC 版也是。因为它是先出在家机，然后后来出在那个 PC， 它就是全地游戏，像那个《光明之响》一样。啊，为什么这些欧客总是要过来？请喝酒会给我一些情报哦，有啊，我好像去酒馆就是先请喝酒，然后可是我把那些情报直接跳，
我只是先稍微看一下那个大致上有讲什么而已，没认话。啊，攻略说一开始先不要去强化装备。来招募水手会加入更多人。那我水手把它增到满了，增到满，可是好像你说粮食后续会有粮食问题，不是吗？所以说我水手到底要不要用满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聊天室出现。噔噔噔噔噔，瞬间搞定了，我连想都没想到，他瞬间直接把我搞定了。换大团再说，所以我就先不用去雇佣水手了。弯道还行哦，所以哦，所以说我其实我可以顾，只是说我不用担心粮食的问题，等到后续有更多的情况发生，各种大船，而且还有五艘船，到时候再担心粮食。嗯，弯道还算 OK， 只是说那个因为等级相差十九等，它好像武器熟练度就会下降。我现在再把它用到1000啊，1000之后才可以换成那个武士刀啊。现在787耶，我真应该去虚空区，虚空区再打一打的。新太郎之中型船，好像你说如果要重甲船要去东南亚那边吧。等级这么低，给我滚开！经验值少得不得了。行きましょう。来！これだぞ！吼！为什么一定要打断我？盾牌防御真的不太好，他会是防御。就是你这家伙。中两张黑金，重复的就完全没用了。东亚，并且多投资。哦，一开始好像他说，如果要投资要去那个办公室还是什么的，然后说要去那边见一下这边的领主，然后进行投资。好像庆长也忘了，有些地方要给他投资，投资下去才会增加更多的功能。合约懂了，那边我还没用过哎。虽然他说要去那边用什么合约的，我还没去看。嗯？什么？我刚完成什么任务了？莫名其妙突然拿到任务了。What's happened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刚刚说恭喜你完成任务，一张福利加一张火焰漆。我看到你说福利加，我差点以为说我在跟人家聊天那个七龙珠福利渣。王宫和交易所的都要投一到一比一千。
王冠我还去，交易所我稍微看一下。然后那个什么合约，我之后再慢慢看好了。我是信太郎，一开始我不会不用担心饿死了，船员也不用担心疲劳度太高。要不然真的麻烦。接下来可以慢慢的去摸索，先去王宫签约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签合约再投资，这样我就有占有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加上今天送的一手的重力巴姆特，铁扇啊，可以试试看铁扇。我没有铁扇，听说很不太好。铁扇之前好像听说 buff 一下，然后结果也没有很厉害。港口在哪？怎么赚钱又是一个问题。接下来就跑商了吧。我后来才发现可以看到航海图啊，左上角，左上角等点开就有航海图了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哦，哎哎。一上就遇到 AN 怪。OK， 好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你给我妹友。你刚刚说给我妹友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再看一下。为什么都命死掉？虽然在76层有这个支出，然后很强，可是没想到78层竟然也有连七技虚空连击，造成零伤害，太烂了！两个人都命死掉，一直都有，现在很少用，除非要确认敌人在哪边。我一开始应该要多看航海图。不然的话，我完全他航海图原来有那个据点呢，各个据点，之后我才知道的。将思念灌注于一体，喝酒喝酒喝酒！一战第四次目标是，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很少人可以无改吧。大多都是其中到一半就开始用改了，那根本就是极限啊，极限攻略啊。行きましょう。那根本就是极限攻略。如果真的可以过的话，完全可以直接放到 YouTube。绝对是那个，到时候可能就破万、破10万点阅率了。NPC 啊，我觉得那个是模拟 NPC 九，看到这个我还以为是他要出重新制作版的，结果不是哦。收录游戏画面的 BD 原生态，这样也好意思说？我觉得还不如说。他有那个直接重新制作版，或 PC 移植版。Steam 好像，Steam 有看到《太空战士》系列有早期的，但是好像没看到九代，好像只有英文。
这边很危险，没事不要进去。信不信我把你干掉？我来这边就是要来进来这里啊！看来应该是魔物啊 ，BOSS 房间。慢慢背地图，OK， 对吧？九代音乐很棒啊，但重点就是说，我还以为是重新制作、重置啊 ，HD 重置。哇，那个有点像那个太空战士时代啊。有时候路上不会遇到类似老虎，然后有两根很长很长的胡须，然后舔一下就直接让你血剩下一滴了。超肥的一只哎、欸，是红龙吧？纳巴和澳门，先去东亚最底下其中一个港口买船，最便宜的，然后开始跑商。要有占有率才可以跑，然后你们之前也有说不要去买同样的物品嘛，就是说现在这个港口有什么，不要去用同样的东西来买。OK， 对，我也蛮希望九代重置。想通过这里吗？他会讲话哎、欸。老叔能斩断包覆在我身上这股气武器。頼む。ゲート。行くぞ。只有我一个。别！一定打不赢。大哥。Kitty 头实在太笨了吧？敌人看起来都这么强，然后说你只要能够斩断我身上的物的鳞片，就让你通过。然后他就冲上去了。跑上先签个3-5%。还有分别哦，签个不同比率啊。有钱再继续投资。一开始啊，信太郎他好像是给30,000金钱，30,000啊。同人太大意，根本就是自找死路吧。有钱再继续投。同时に行くわよ。漆黑的石头。OK， 进去深处嘛，那简单。签越多东西越多，这感觉好像黑鲨在跑贸易哦，超像的。贸易等级越高，你可以买的东西越多，能够贸易的越来越好，然后还可以用各种，干脆该不会还有那个讨价还价什么的吧？哇，等级太低了吧？该不会我要100层之后，别人等级才100吧？投资一格代表1%，然后你们最多说可以到50%还是？100%。好，之后我再看一下。毕竟才刚摸，才刚摸一下。我发现没有被断招。Iron Golem， 金属哥雷姆，熔破石。等一下，这个叫做很危险的气息。这地方看起来怎么好像就是一个新手地区啊？会计是放人能打折的，除非有其他势力。哦，会计师我倒不知道，最终 BOSS 等级不明，第100层吗？因为我想说他这个100层大致上就是主线吧，虚空区只是额外主线，因为目前主线都没有需要到虚空区，而且虚空区等级好像都是90。
太强。多了连线版的虚空区啊，等级都是从100开始跳的。一开始就只有副官铃声跟我那个信太郎啊，我觉得会计这些可能要等到找到以后的人吧，找到更多的队友，然后之后再去调整用各种的。那像说那个拉斐尔啊，拉斐尔的初始能力比较推荐哪几个？他好像可以选三个能力，不是吗？拉斐尔、啊，对，我看到了。你们大大在混战，祝福他，所以算玩得开心，虽然玩得一定不开心，但太冗长。战斗系统我觉得还算不错，我看起来觉得说还算 OK， 可是就是太长了，太长了，短一点的话我觉得非常棒。然后剧情我不知道，虽然大家骂得很凶。港口没交易品，请到交易所投资。一开始要先把主角有旗帜的地方弄到100%，然后也就是说要一开始先去王宫签合约，然后再开始投资嘛。艾利欧特，艾利欧特，我好像在哪个地方听到、欸、艾利欧特。No beta， 这一风向对啦，因为毕竟要多宣传啊。像巴姆特如果没宣传的话，应该不太多人玩。像当初那个小魔女诺贝塔还没有正式出啊，那个试玩版的资讯，实际上大家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游戏。现在的话，你随便讨论一下游戏界啊，很多人都有说那个最近台湾自制的，就是小魔女诺贝塔。我要拿东西去，剑术命中生命。可以，商业和战斗建议。OK OK， 好，感谢建议啊。等一下再谈。好，现在我要打倒你了。龙破剑断掉了，等一下，打赢了之后剑就断掉了，神剑哦，神剑碎掉，不能买东西哦。哎，为什么说投资到不能买东西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火龙实力。火龙的实力，断钢圣剑。啊，火龙死掉了。よし。哪里？这哪里强啊？瞬间碾压哎！神剑就这样碎了。等一下，那个我们飞翼回来，我再问他说。为什么会投资到没办法买东西啊？该不会是说钱吧？投资到没钱，就要把钱全部拿去投资，然后交易所一个东西不买不起，还真的哎、欸。不吃火星花花啊，干干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们的任务啊，还有木材，先不要。高勾引了，这感觉高勾引，高勾引是什么啊？石像鬼吗？哦好，好，晚安了，拜拜，明天再见啦。我觉得那应该是石像鬼，刚那个。三连击一个头啊，被打断了，耍帅，结果被打断。叫你那边耍帅，
打倒四只石魔像。话说我到现在还没吃过药品，是直接被一击必杀，根本就没有去吃。喂，怎么一次三次？好 ，OK。噔噔，获得腰部钢铁腰带。干脆来个那个 IFY 神的硬汉腰带。以前玩 IFY 神，我记得有打到一个腰带。我在想说有没有那个技能。它可以取消掉它的硬值，它的硬值太长了。只要能交易就一直动 ，OK。好好，慢慢摸，慢慢摸，一定可以的。赚到一定钱去换中型船，换五个货仓，然后再赚超100万再说。好，现在回去森林那边了。我先去开那个 BOSS 房间。好，拜拜，感谢收看啊。应该另外一边。哦，对，打倒五只石像鬼。太棒，又来一次。也太多了吧。招式他那个动作实在太大了，单手棍，不能来一个比较强的弯剑吗？弯刀啊！好，丽兹贝特林的，不关我的事，不要来找我。连短剑都有了，就是没有弯刀。